是有一个盖伦走在路上，然后看到人就妈直接 Q 上来。他直接一个懦弱的选择跑去出物房。秘诀。懦弱的选择比出物房他。好了，那个盖伦根本不想理你啊。懦弱的选择比输更可怕。我们要打一等吗？就是太懦弱，我都不敢打。哇！一等哦。我们选择开口还是放香香吧？哦，那都不要。上来不就看看放香香好了，还是放香香吧。好，那尔福啊，能不能那么早放？哦，被那尔福老变成40秒了，对不对？哎，好惨。那我就洗他家。他们进来啦！我帮手洗他家。他们想拆箱啊！哇。我想拆箱，你看到吗？哇，这个是哇，50秒再放箱子，是不是？他们还想拆箱子呀？哇，直接给我心之透视镜是怎样？我操嘞！你像这样，放到那个，我你放只眼睛就好了吧？放被拆掉，我再放一只眼睛，被拆掉了，这么可怜。不用放了，那晚上怎么对线？那你们下路怎么办？都没眼了。树哥跟塔龙谁比较容易瞎？树哥是不是？反正是个幽咪，我真的直接给他一顿，应该也不会枪炮。你等一下直接给他一顿出吧，我给他一顿出吧，看到了。给他一顿出吧。我要跑，我要跑了。我看一下三角。小庄，我不知道。对啊，对，拿回去，回去。丢一个，丢一个。给他出吧。给他出吧。你箱子能弄出吧？可以。我扛。你们扔重骑啊？扔重骑好吗？扔重骑好吗？扔重骑。走走走，给他出宝，给他出宝。那么我讨厌反我野的，我开玩笑。树哥在哪里？以为我不敢继续吃啊？继续吃你石头啊？嗯？把大石头吃掉，就过去。我们要不要反他？好。我这边打得火热了。你打得火热了，刚打完一轮。真是凶啊！没哄到啊，哇！没有反到，然后我也没有一到。没事，哦，你刚一到好像就挂了，就挂了。可惜可惜，完全没有考虑意思啊！别放心，不会，我不会，直接压准了。不会啊，直接都经验啊，你要怎么打？全都来抽了，好扛我哈！不得不说，他真的很扛。你搞，我他在往上哦，你要小心哦。嗯，看那个标记，现在标的也。嗯。我先把核心打掉、哦。知道啊。这是疯的、啊、这个。转小、哦，巴西耶，不会因为点力冲击的，怎么会这样子死？我回喽。
小猫卡好像完全没办法，我一直 Q 他一直不攻。这个香樟，直接屌飞他！枪神，你全，我中弱爆了，中弱爆了吗？不会吧？不会吗？状态都满，跟我说他要爆了，满血。我头上那个标志是什么？我操！血了，进转下哦。那个猫没摸，所以应该是还好。冲击吗？哦，那个兵分，冒海消了，冒海不知道去哪了。冒海要走。中了，哇！他坚持要吃是不是？我没中，他这选择很奇怪。恐龙在上，恐龙在上，他还没放弃。我没中，恐龙在上，没事。好，舒服。哇！一滴血。
卡龙在跑过去的路上，在中路了。卡龙真是个二。他有眼了。尽早标我。全都在上，卡龙在上，卡龙回中了，那个不明的光圈。标记。J， 镜头后面，他没大，镜头到后面了，镜头来了，嗯，哎，那个是。小丑，你都要爽。有些人拿去，你要火。好，先看我拿火器哦。拿火器好像不错，先把线清过去拿火器。这样跟我换魔用秘籍。哦，他被你吓走了，吓到大屏。我先拿去了。还有标记，对对。哎呀，收他，收他，收不到。哎，干！可以吧？你有那个三下，可以啊，是不？永远。转移，我觉得还行啊。转移，我觉得还行啊。还找了一个闪现，嗯 ，Ken Bronze。哎呀，卡龙，卡龙 strike， no， 他分过头。哎，天歪。我靠！我看我真的要死。哇！哇！哦，三滴血。三滴血。哇，小丑一直线。没法，卡特丁没魔了，一定要追。很先进哦。他已经顺到没魔了。
的确是想送，但没，但是没打。欸，你这边会包围。想送，还好一个远端支援有到。嗯，可以吃奶油。上路消了。就标我。这有没有大区吧？嗯，后面有进展。他是指标下路是不是啊？有指标下路。指标下路吧，我也被标了。我去抢他上面运气哦。嗯，不小心。哦，我回下，回下。哇，还在找中路，受不了。然后我们现在推，他们应该不会找你。啊，龙在上。进爪大。龙没大，龙没大了。拉河道。那塔龙感觉会一直来找，大招不错。都下去了，全都下去了。你上吧，没有闪，哪有闪现？有人换一个吗？不知道，应该跟你。嗯，你站住！他们跑太快了，我没有传送的地方。这个是野吗？看这个。长得有个像石头人的啊，我怕他被他撞。技术化一点吗？我刚没有大局啊，有大局就可以发了。哇，哦，这个绑哇！希望我下次能有大局的时候可以回家。塔龙狂来是真的有点久。哇！那冒牌都回不了家，好可怜。再丢他一张。哦，一张。他大家帮我。阿龙好，等下不回家是不是？来啊，看你要死多久，看你要死灭多久。放一个箭。要不要顺便水龙？应该可以扛掉。扛一下，哎、欸，不是，帮忙扛一下。扛那种、哦。
空大的位置，舒服。嗯，我空大。那冒牌看起来好奇怪哦，他是不是被打崩了？全团不吃兵了、啊，没崩，全团不吃兵，完全拿他不能怎样哎、欸！刚刚妈的直接82 GTS 不吃兵了，我操！全坦直接归塔下，要烧，老师给你，哇，大下路，哦，有个禁瓜，禁瓜比了一个啥？这禁瓜现在几层？零层呢、欸，好惨啊！还有破布的禁，零层的禁瓜，哇，那这是真的。哇。我靠，我靠不进去了。给我往下走，往下走。没血没用。这边三个眼睛的，我没血了。好惨！现在金瓜现在凌晨，真的可怜。他都没有狩猎成功。你是多血吗？那是真的蛮扛着猫的。没有办法，异能角色，异能角色啊！好，金瓜就是这么低能，八颗球，金瓜想吃，箱子冒凯从中路往过上，是不是很恼羞？他很恼怒。嗯，冒凯，冒凯，干嘛？你逃了？嗯。